我们看这一题，这里他是问说哈，下列哪一个图形哈不是线对称图形？我们接下来看这个，这是不是这个四啊？它的那个对称轴是哪一个？是这一个，这个是它的对称轴，哦，180度，或是这样对称过去，哦，这样对称过来，跟原来一样，哦，把它框过去的话，跟原来图形一样，这是它的对称轴，所以这是的。好，那这个是不是这个也是的？以这个当对称轴，哦，当对称轴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线对称图形，线对称图形，这也是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就没有线对称了，这个找不到对称轴。不过事实上，这个也是某一种对称，这个叫旋转对称。我把它转一个呢，这样转，转180度的话，哦，跟原来图形重合。不过它不是线对称，哦，找不到对称轴，所以这个不是线对称的。那这个是，我对称轴在这里，我翻过来的话，哦，就跟它原来图形一样。哦，对称轴在这里，这个是，哦，不是线对称的就只有 C 啊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C， 我这一题应该选 C。